看看丁宁的发球能不能再起到效果。哦，漂亮，真是出其不意啊。对，突然发了一个对角线的长球，李晓霞完全没有想到，根本没有任何的准备。这出手这一刹那才决定球啊，出手之后的这个。是不是改变发球的模式？哦，这个球，哇！好球，选手啊，很少这样啊，所谓的劈拆。